大家好，今天带大家探索一部特殊犯罪剧《人间课堂》第六集的内容。上集讲述了幸福过后，两人第二天各自先后上学去了，不过却在学校门口遇到了校警，也是令小智有点慌张的。然后害怕小裴不开心的小智也是一路上献殷勤，也是找着各种话题，小裴也是很爽快地回答着，一路说到了社团门口，发现了被警官询问的小敏，两人很是惊讶。镜头继续，本集一开始就看见这样的画面，面对社团里的警官和小敏，小裴和小智表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素质。小裴是勇于去面对和警官沟通，小智却呆呆坐在后面，一度还想逃跑，还是小裴把小智拉了进来，告诉警官这里是自己的社团场所，他们肯定是来错地方了，还有请他们离开这里，自己在这里还有事情要做。小裴的机智和冷静也是令人震惊的，不得不说出生在富裕家庭，小裴身上的一些优点小智还是比不了的。另外也难怪小智这么慌，要是小敏说出了一点东西，自己就全部被毁掉了。然而警官总是不好糊弄的，机智的李警官也是打电话给了教导主任，在教导主任的授权下，他们被从社团里赶了出来。小智和小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事情发展，不能做任何事情去阻拦。原来那次在旅馆被李警官看到了小敏，虽然小敏当时糊弄过去了，但是漏洞百出，伴随着疑问，于是警官一路追查到了学校，想知道小敏一个人去旅馆做什么。在外面偷听的二人组也是急坏了，小裴就打算找班主任打断一下他们谈话的进度，可是并没有找到班主任，想不到班主任也吃饭去了，真是不巧呀。但是却意外看见警察驻校的海报，心里有了想法。而在社团咨询室里，李警官利用自己谈判的技巧，循循善诱，正在一步一步地揭开真相。眼看段位低的小敏就要坚持不住了，外面的小智也是情急之下冲了进来，对着李警察就说道，是否有搜查令，并且是否有证据，如果没有无权过问隐私问题。一时之间李警官竟然插不上话了，小智故意显得情绪激动，引来了不少的人。小智大声地斥责着李警官不能这样审问，又是以人权为理由告诉小敏，根据法律你是不用回答他任何问题的。场面可谓是一度尴尬呀。恰恰这时候，正在焦灼的时候，李警官又是接到了上级的命令，说是有人打电话在投诉他，说是他擅自盘问个人隐私，属于违反职业道德，现在是没办法进行盘问了。但是李警官并没有死心，就这样好巧不巧的，危险也是稍微解除了一下，小智的心中也是暗暗的捏了一把汗呀。而小敏寝室，大姐大也在另谋出路，找到了新的山头，小智的财路应该是岌岌可危了。然而因为这次的事件，小裴建议辞退小敏，因为小敏未成年的原因，一旦事发，危险程度将会非常的高。一番思量之后，小智最后还是打电话约了小敏，要正式辞退她。当然在方式上，小智还是一如既往的温柔，无论是语气还是态度上，但在一旁看不下去的小裴却是一把夺过了电话，很正式地说着辞退流程。虽然小敏并不同意退出，可是在老李的协助下，还是顺利地清除了他的软件和客户数据以及聊天记录，并且拿回了手环。不得不说，有些时候女生比男生更加干脆利落的。而小敏不想要辞职，可是现在没有办法，因为她也知道自己现在是被警察盯上了。之前李警察离开学校时还是在跟他打电话，他按着小智教的话才把人打发了，现在却又遭到解雇，他的心里不平衡极了。因为是老李没有及时赶到才发生那样的事，可是叔叔也告诉他那个顾客是黑名单，不建议接的，可是他为了钱还是去了，这一切说到底都是他自己造成的。另一边，对于小智独斗李警官的表现，同学们也是刮目相看的，也都同意了小裴的观点。这时候的小裴就觉得小智就是一个阿斗，做事太感情用事了。而阴魂不散的李警官却还在跃跃欲试，也因为这次的事件，扛把子小太来找小智的麻烦，二话不说直接带到僻静的地方给揍了一顿，直言就想知道小智在门外听到了什么。小智当然也是不会说的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，总不能自掘坟墓吧。不久后，小裴和小敏就赶了过来，看着被打的小智，这时候的富家女小裴也是发挥出了自己出色的演技，大骂着小敏是贱人，
状告着小敏是因为偷东西才被警察盯上的，一副撕心裂肺呀，那眼神里的恨真是很真切呀。再来看看这个眼泪流的，这演技真是说来就来呀，可能天生就是个演技派，都演到这个地步了，智商更是不在线的小派还怎能不信以为真呢？眼见没有理由去找小智的麻烦，也就悻悻然的俩开了。小裴的演技不过确实真是越来越担心智商有点不在线的小智了，可能被小裴卖了之后还会给他数钱了。然后回顾正常的小裴便带着小智去包扎伤口，被美女拯救，对于小裴的温柔小智也是彻底沦陷了。新人的发展呢也是不错的，可以说是已经有点得心应手了，客户已经开始点名下订单了。正当小智工作安排到一半的时候，小敏也是冲了进来，质问着小智在社团办公室门口都听到了什么，让他管好自己的嘴巴。小智更多的却是担心小敏自己出了问题，毕竟小敏的精神状态很脆弱。看这情形加上刚才的假话，小智确实是表明是全听见了的，所以也没否认。小敏忍不住爆粗口，还问为什么这么护着自己。其实对于最近小智这么关心他，也让小敏非常怀疑小智的动机，难道这货喜欢自己吗？让小智给自己一个理由，小智真的很想告诉他，因为他是你援交的中间人，就是个劳保，你如果完蛋了那他就更完蛋了，所以现在没办法，只能先保住你，但是又不能说，只能保持沉默。小智自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可是总有人想把秘密挖出来然后搞臭别人的名声，认为这样是不对的。每个人都有权利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只要这件事没有伤害别人，这也是在下意识的在说自己，虽然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，可是自己并没有伤害别人。老板娘这里的戏就有意思了，小智手下的新人伺候的就是酒吧老板娘，而她的老公就像是屠夫，长得丑可是干的事都很凶恶，本来想碰老板娘却被她嫌弃，说是越看越丑，自顾自的打游戏。两人已经是老夫老妻了，也渐渐的对纹身男失去了兴致，对于他表现更是一脸的嫌弃。被冷落的纹身男出来偷看老板娘的手机的时候，发现了手机里和蓝色味道的聊天信息，越看越伤心，可是又只能强忍微笑。这也许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纹身男也是机智的用老板娘的手机把人约了出来，打算把给他戴绿帽子的大卸八块，准备的也是十分充足的，也为了让他死得明白一点，不做个糊涂鬼。新人这边到了约定的房间，可是开门里面全是塑料膜，等进去也只有两个男人，还把他绑了起来，说着怎么杀他。这可把这个新人给吓死，一直在说自己不是，自己什么也没有干过，完全不知道情况。纹身男主动拿起手机发了信息，想不到对方的手机一点反应也没有，决定让这个人带着他们到指定地方去抓人。其实他们不知道有小智做中间人的原因，误以为绿他的人不是这个新人，就让他带自己去找上线。然后晚上的小智也被小敏拉了出来，小裴回到出租屋里竟发现小智不在家，也找不到小智，于是给他打了电话。不巧还在揪着小智不放的小敏也是凑巧的发生了，这次居然和小敏在一起，让小裴的醋意更浓了，主动要求以后的账四六开。我突然想起来新人去客户那里的时候，老李怎么不在那里保护他，难不成是新人接的私单吗？这次小敏带小智过来也是找老李谈判吧，要求老李给自己补贴。纠缠不清的老李也是主动打电话联系小智，可是小智坐在那里又不能接电话，正在焦灼的时候，新人这个大陆党却是成功指认了老李就是他的上线，发觉事情不妙的老李就主动想离开。小裴这里也是开始爆炸了，找到新山头的保全对象全部都退出了群聊，连给小裴说话的时间也是没有的呀。游乐场这边，老李这里的包围圈也是形成了，一顿英勇的打斗拉开了序幕。小智又气又急，看着老李开始还好，等他捅了两个人后还是剩下很多人，而且有个人明显是练家子，凭老李的身手还拿不下，只能深陷囫囵，被很能打的那个人给注射了药，感觉天旋地转，勉强扶着栏杆站住。可是身后的纹身男居然拿着斧子砍在了老李的身上，于是小智也是机智地冲了出去帮助着老李，到最后老李总算逃脱了，可是小智就只能栽在了这里。最麻烦的是因为手机贴图的原因让纹身男知道了小智就是幕后主使，
那么不知小智会怎样呢？能不能安全的回来呢？更多精彩，我们下集再见。